哎呀，好心酸啊！谁怀孕还要自己做饭吃啊？心酸啥呀？别人怀孕也是做饭的，让你煮点饭，你就在这里，在这里抱怨了你。你还觉得我应该的？那我忙嘛，你就煮一下嘛，是吧？我不忙也是我煮的呀。我觉得我怀孕除了不上班，什么都是我在做啊！我要知道这样，我是不会生孩子的。那我也忙啊，我也在做事情啊，是吧？如果我不忙了，我自己做啊，我就让你煮一个饭而已嘛，抱怨。煮我也不想煮啊，我就想躺着。就想躺着，你才怀孕多久啊？才3、4个月，你看肚子还没显怀呢，那你煮饭你都不煮了？别人怀孕了8个月、9个月都还在干活呢，有些人还在上班呢。你跟那些人比干什么我啊？让你在家好好养身体就已经很好了啊，让你煮个饭，偶尔煮个饭而已嘛。那我也不想煮，我想下馆子。养下馆子，我们农村哪里有馆子啊？你看这里山郊野岭的。那你可以带我进城呢。进城，哎，那么麻烦干什么？我不忙，家里的事情都是我自己做。我忙了，那你就煮一下而已嘛。我知道你怀孕了之后，我都是让你，是吧？都尽量不让你干活啊。我煮饭不是干活啊，你还想让我干什么活？我现在是孕妇哎。你能不能想一下啊？有些人怀孕了还在工厂里面打螺丝呢。你怎么不跟那些大老板比啊？人家怀孕了啊，人家都请保姆的。怎么又是大老板？大老板呢？跟那些大老板攀比干什么？那你跟那些穷人比干什么啊？还要下地干活？那你能比我就不能比了。哎，你应该想的是，你现在已经比不上班的时候比怀孕的时候，不上班已经好太多了，知道吧？你没怀孕的时候，你干，让你啥都干的呀？你现在怀孕了，你还啥都不想干了你？让你妈来照顾我吧。让我妈来照顾你。嗯。哦，真是会享受啊！你现在才怀孕多大呀？你看，怎么看都了？看不出来，你完全啥都可以自己干的嘛。我不想做啊，我就想玩手机，就想睡觉。我说你这个人。去你哥家把你妈接回来啊！我不要求你辞职回来陪我，我就要求让你妈来给我煮饭，这不过分吧？老人煮饭你，我说你，哎呀，你怎么能自己煮点饭而已啊？那你吃了吧，我们还有电饭锅呢，是不是？把工作辞了吧，用回来电照顾煮我，的，陪我。菜也是电磁炉炒的，那也这很还累累呀、呀。这还累呀、这有点有啥累的这啊？啊，孕妇闻不了油烟味。孕妇闻不了油烟味。对啊，我体质不好，闻到那些我就想吐。要么你照顾我，要么你妈照顾我，你自己选啊。哎，我照顾你，我照顾你。那你把工作辞了吧，我别干辞了。都没收入了等我生了再说吧。我照顾你就行了嘛，你别管我辞不辞嘛，是不是啊？我事情还很多呢。那以后饭你煮啊。我煮，我煮。行。